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变态九段的杰里。自从上一次我挑战了10块钱吃午餐，还有0块钱吃三餐过后，就有很多朋友在下方留言叫我去挑战不一样的三餐。其实呢，我就在想，这些挑战大致上都是以省钱为目的的嘛，所以今天呢，我就来到了。对啦，今天呢我就来到泰国曼谷这里。这个挑战其实真的是非常有挑战性的，毕竟呢我们真的已经不再是主场了。那现在我们马上就去挑战100块泰铢吃午餐。哎，其实讲的在曼谷并不是很熟哦，所以讲我不知道哪里有卖比较便宜的东西，大致上都是在 7-11， 好吧，你选这一个，反正很好吃，这三块钱。รับขนมทานเพิ่มไหมคะ1รายการ13บาทนะคะรับส่วนมา20บาทค่ะเนี่ย今天的第一餐大概上就是13块泰铢哦。然后今天就是我的地餐，其实还蛮大的，大家看到没有？我的地餐。这里的便利店哦，是真的很方便，就很像台湾一样哦。跟马来西亚的不同，就是马来西亚的便利商店好像可有可无这样子。好，等等，我们再去看看还有什么好吃又便宜的。泰国 shopping mall 里面 food court 最便宜的地方，真的很便宜，真的很便宜。然后现在我找到了我要吃的东西了。Thank you。超便宜的，然后这样子的话，这一个就是我的午餐。虽然讲的菜不是很多，不过它的分量大概绝对是一个人可以吃得饱。好，各位观众，现在来到另外一间美食坊，对，今天才做10元半呢，真的太便宜了。打算就是叫这一个来当我的秀舞台。One bread jelly。好，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就来开动我们的下午茶店吧 ，Black Jerry。基本上哦，这种价钱哦，不管是在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台湾、香港，都不可能找得到的，而且它给的料都还蛮足的，大家看一下，不止便宜，而且料还多。大家一定也想到，这样的东西真的只要20块泰铢吗？好，等晚一点我们再去吃晚餐。好，今天的晚上我就在71前面这档口吃了。No spicy, hot spicy. No spicy, no spicy. Okay. Thank you. Are you good?然后今天我的晚餐呢，大概就是吃了这个35泰铢的，其实我不太知道它是什么的，反正就是鸡爪面线这样子。然后有前面还有放上很多配料啊，这些有去加的。现在呢，我就来到了街边的小吃档。
想在泰国这里的东西100块钱挑战午餐，真的还不算是一个问题。今天一整天下来，我用了100块钱挑战午餐，然后真的是吃到超饱的。对，我总共花了100块整，所以说这个挑战100块泰铢吃午餐成功。不过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哦，泰国的物价的确是比较便宜的啦。因为之前嘛，我做了那个10块钱吃午餐，在马来西亚也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够做到这样。因为我比较清楚自己住的那一块地方有什么东西会比较便宜啊，这一点我的优势就在。所以讲这一次的来到这里，我是完全没有优势的，真的是一家一家去找，真的找到蛮累的。我现在真的人生精疲力尽啊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为止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